我叫沈建新，是稻香村的一名保安。每个江湖人都梦想着成为一代大侠。你知道怎么成为大侠吗？怎么成为大侠？你需要一位德高望重的师傅。师傅，我想成为大侠。你可是为何时光荏苒，转眼八载过去了，你死的又是个 security 呢？这是什么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语法呀？揍你！猴子梦想死劲溜。进入一个声名显赫的门派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纯阳掌门李梦生。掌门，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梦想，就是成为纯阳第七子。只要练会这本秘籍，你必将成为纯阳第七子。些奇人异事，又是奇境。奇境，他是谁？就是个小红的小杀手。李望生跟你说了我的出场费了吗？大佬，妥妥的。很荣幸能够当选这一届武林盟主。来击！我在崖底修炼了100年，现在我要将毕生武学传授给你。来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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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逼逼他，给老子上来！老子弄死你！但最重要的，就是要坚定信念，因为你所做的选择，将决定你成为什么样的人。江湖路远，不包邮。侠肝义胆，沈建新。就你。